我踩着高跟鞋出发去见我的男朋友，日本国际艺术大师草间弥生创作新车站公共艺术高跟鞋。24日上午，由彰化县长魏明谷等人共同揭幕，让民众近距离接触大师作品，现场吸引许多民众前往共同参与。魏县长表示，高跟鞋上面有一朵花，代表青春洋溢少女踩着高跟鞋来到园林火车站，别具意义。青春啊，花样的少女啊，踩着高跟鞋来到我们园林火车站。我们这个我踩着高跟鞋去见我的男朋友啊，草间弥生的作品啊。那进了车站以后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大厅里面有我们黄靖勇黄老师哈、啊，迎向希望啊，就是我要去约会了啊。那、啊、到了大厅呢，哎，就迎向希望啊。然后我们这个买的票，我们从这个一楼要、啊、上二楼的楼梯啊，上面呢啊有我们的郭国祥老师啊，他的一个时空站啊，就是说我们随着时间的一个过程啊，啊绽放出很漂亮的花朵。新园林车站外观造型以树木、竹篮转换形塑成简约现代概念。车站公共艺术更融合在地花卉、白果山丰富水果物产。东侧站前，国际艺术大师草间弥生的创作高跟鞋，含义是我踩着高跟鞋出发去见我的男朋友。运用大师最经典的圆点元素设计高跟鞋及上方花朵，鲜艳缤纷，诠释恋爱中少女的雀跃心情。草间弥生是日本国际级的女性艺术大师，现年87岁。1966年以《无限的爱》成为她的成名作品。公益频道张华允，园林采访报道。